你跟他讲老半天，我坦白告诉你，他根本不会相信。现在孩子已经被政府被欺骗到已经怎样？告诉你，昨天晚上有人打电话给我，是高雄的，他乳癌。我说你不要割，暂时放纵会好。就他们家里面开家庭会议，说除非苦行拿出事实证明，他也是医学博士，他有些事实证明。我说他们全家不相信。他们全家人打电话给我，老师你是什么医学博士？为什么？凭什么你说乳房不要割？我说我没有读书。他说好了。你说话跟你这废话，我说好，那就去割吧。上个月更好了，这个月上个礼拜打电话给我，几乎每天打电话，昨天晚上又打电话给我，前两天几乎每个晚上打电话给我哭，老师，我又长出四颗，又长出四颗，乳房割掉又长出旁边又长四颗，昨天又告诉我老师。我口腔这边怎么样？医生说叫要把牙齿全部拔掉了。感染到了，怎么办？我说，告诉你先生，去请更高明的医学博士吧，因为你们相信博士。老师，我不要，我要你，我你要我，我又没有办法，因为你身体是受你爸爸妈妈、兄弟姐妹、先生控制的。你没有自主权。我坦白讲，我看太多了。今天全台哪个医生会医好在？嘉义最大的医院是哪一家？嘉义啊。本来有一家医院叫华济医院，是不是？没有呀。关门，我知道没有了。他为什么倒掉？好了，外科嘛，乱七八糟嘛。对了，他健保了。参健保，他是参健保被关门的。你知道，那个医师依然是台湾第一个引进用高压氧依然症，就他癌症都一进去就死了。九花姐姐什么乳癌末期，啊，谁医好的？是我医好的。九花有一天打电话到我们公司去，叫我说到。嘉义华济，我说什么人？那我请医院要请我去，也是署名是邀请函，院长。我请我们来，请大我大丁虽然是衰轻啊，因为大丁未请我去，很衰轻的嘛。我唔知，我讲旧人啊，阮听我都在突破嘛。啊，我叫伊，我坐我的车啊去。伊讲请大丁的，哦，我停车的好大，我停车进去，两个行为。某某人找人，那是我院长，你是找谁？我就是找他。后来他跟我，他在正在开刀，我等了差不多三四十分钟，看完以后他来找我，他请我吃饭，问我很多为什么癌症，为什么他姐姐找我会好。后来他派我一队人马，两个博士，两个助理，到我公司去找我，要拍摄整套。我很乐意要给他，拍一半以后，他告诉我说：“我们两个人合作，我们在我们医院上面哦，把你的动作叫人家做，那我们要收高价。”我听他说收高价，我怎么样？滚出去了！哇，这是你要救人的，你要赚大钱。他心目中想的是怎样？钱，跟我的理念有没有？好，我刚刚回答你的问题哈。全台湾的病人如何照顾？对不对？我事实上没办法。